过小年你准备吃什么馅的饺子呢？今天分享韭菜馅怎么做不出水，而且吃着还不烧心。韭菜洗净控干水分切碎，倒入适量生油搅拌备用，倒入鸡蛋碎、蚝油、十三香、白糖，最后包饺子时放入食盐，再次搅拌，像这样包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水开煮三开就可以吃了，鲜香美味，强烈推荐。